我不敢说他是100% 的 perfect， 但是绝对是所有候选人里面最干净、最清楚的。第一点哦，因为其他的竞选候选人一定是办那什么募，叫募款委员会嘛，对不对哦？那对我来讲是这样，其实我们第一点，我们募款也不是说我这个募款，然后最后结余了再去搞个基金会的，或者说利用这个机会多募一点钱的，最好是不要记账的，放到口袋里面。所以我态度是这样的，我也不，反正本来就没有打算选举赚钱嘛，啊，既然这样就好办了。那募来的钱，你知道，如果有个监督委员会哈，就，哎，而且老实讲哦，像这个2014选完到现在，竟然还有人在讲我们选举费用怎样怎样，我不敢说它是100% 的 perfect， 但是绝对是所有候选人里面最干净、最清楚的。那，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每次都进步一些嘛。我们再来弄个这个监督委员会，然后那海选的外聘的，然后我们每一份支出，你知道都会有，都是有人看过，而且是外面人来看，最好再给他 blockchain 嘛，这个在区块链上网。